今日咧就為大家示範一個街頭健身裏面比較常見嘅一個 training 動作，叫做 muscle up 暴力上降。咁咧要去追求做呢個 muscle up 暴力上降嘅動作咧，首先我哋要 achieve 三樣嘢嘅。咁第一樣嘢咧，我哋就係做一個曲臂嘅懸垂，咁雙手拉高自己啦，喺呢個90度嘅位置咧，大約90度嘅位置咧 hold 住。咁越 hold 越耐越好啦。咁如果咧你可以 achieve 到呢個動作60秒嘅話咧，其實你可以有好大機會可以做到呢個動作噶啦。咁第二個動作咧就係一個 swinging， 一個 swinging 嘅動作。咁我哋點樣做呢？首先我哋雙手伸直捉住單槓啦，然之後咧 swing 去大約前面三步嘅位置，跟住衝出去嘅時候咧就抽翻只腳翻嚟。咁盡量 hold 定個 core 啦，即係個腹嘅位置參與多啲啦，就衝翻去同一個位置。咁第三個動作咧就係我將頭兩個動作咧就 group 埋做一齊。咁我哋將呢個動作咧 keep 住去強化佢啦 ，keep 住做呢個動作。咁首先咧就係曲住手啦，首先將我第一步加埋啦。曲住手，第二步就是 swing 去同一個位置抽翻翻嚟，然之後放手，試下感受一下咧翻嚟嗰個回彈嘅力量。咁咧，我哋只要你達成咗呢三個動作嘅話咧，咁我哋可以去下一步去挑戰。